XO 成员 D.O 之前主演的电影即将上映。近日 D.O 接受访问，被问到人生最大勇气的事情是什么 ？D.O 回答：选择一直将 XO 活动与演员活动并行的这件事，我真的历经过才这样说的。这真的不是简单的事情。他透露自己曾经超忙的行程，试训之后马上搭飞机回到拍摄现场，再马上回到演唱会，然后再赶到拍摄现场进行凌晨拍摄，就这样一直反复着，而且同时还有宣传，不是怎么做的都记不起来了，好像把脑袋放空，只有身体在动一样。那时候我连到哪里都不知道，因为搭飞机的时候都在睡觉，下飞机的时候还问这是哪个国家。现在回想起都觉得真厉害。但 D.O 也感谢表示，因为有那些经验，才有现在的都敬秀。而他也透露，现在比较轻松，可以尝试很多没做过的事情，所以很有趣。原来 D.O 在兼顾所有活动的背后，竟然这么辛苦，让粉丝们都超惊讶。